重要的概念是在这里啊，这里每一个 K 啊是代表一个频率，所以在这每一个 K， 你只要记得我们那个我们那个 discrete 的 Fourier transform 里头啊，我们有一个我们在 transform 的时候啊，每一个 K 是代表一个 input 频率，所以我刚才画了很多 input output 哈，每一个 K 代表一个 input 频率，所以这里就一共有I 等于零到 L 减一，就是 L 个频率，我们一共有 L 个频率在这里。好，因为我们什么样的频率进去，我们就应该什么频率出来。对啊，刚刚已经讲过，什么频率进去，什么频率出来。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频率进去，什么频率出来，是相对性的。所以每个值在这里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 yk 等于 z， 这个 zk 我们也在那个前面有定义的 ，zk 是等于一的 j 派 k 忘掉了哈，那个你可以去查一查看啊，就这里哈 ，zk 等于一的 j 的二派 k over l， 所以每一个 k 就是代表一个频率，啊，就是二派 k over l 这个频率，每一个 k 就代表这个一个频率 ，OK， 好。那么这个公式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公式就变成很简单的公式，因为它也没有积分，也没有微分。那么它的公式变成这样子哦啊，假如没有这个 leakage 没有的话哈、啊，假如有 leakage 的，当然这样的话就有误差。那这个 z 在 dk 的那个值就等于，假如这个是一个 input 一个 output 的话，那你有。L 个 YK 有 L 的 UK， 每一个 K 自己除他自己的，听懂吗？好，我们有一共有 L 个 Squid YK， 有 L 个 Squid UK， 那第一个 YK 的等于1 的那个值除以 UK 的第一个值，所以就是一个 y 除以第一个 u， 第二个 y 除以第二个 u， 第三个 y 除以第三个 u， 那么我这个 g 就出来了，我这个算计算就很快了。假如说这个是一个 input 一个 output 的话，就是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 complex number 的 yk。每一个 complex number 除了这三个值以外，其他都应该是 complex。好，那这里好，这里 g 啊的 zk 啊，就是等于 squid yk 除以 squid， 我在这里用 inverse。假如是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的话，这个是一个 scalar， 这个 scalar， 那 k 等于一、二到 l， 所以第一个 squid y 除以第一个 u 的一，那你会问啊，这个有没有可能等于零？不会，所以一定除，一定除，有东西可以除，它不会等于零。啊，刚刚我也讲了，有三个值它是 real 的。哦，第一个值 real 零是等于所有的 input 加起来，是第一个值。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人家这么喜欢用这个，尤其是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或者 sing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人家为什么要用这个？是因为每一个值除以它那个值，你的 g 就出来了，你的那个 for 那个 transform 就出来了。这就是这样子，除了而已。k 一共有这么多个，你就除这么多个，就这样子，听懂吗？啊，你这个 discrete 这个是 discrete。的 FIF， 好，我们在这里都一直在讲概念哦。我在这里没有所有的那个啊、数学的讲给各位听哦哈、哦。那这个 G 啊，很显然的，它一定是 complex， 因为这个是 complex， 这个是 complex。啊，有没有听到？好，你说不可能是零吗？这 script UK 不可能等于零，或者这一除就无限大了，它不会等于零。可是它不是面积等于零就？就这个跟面积没关系啊，这个是 Fourier transform， 这不是 integral， 我们不是积分的、啊。不是啊，那个。UK 零的时候不是等于 UK 等于零，不是等于零，上面的不是等于零，都不会等于零。UK 等于零不会等于零 ，UK 等于 UL 等于 U 零等于 L 分之一的 U， 这个是所有的 input signal 加起来，除非是你所有 input signal 通通等于零。可是它不是只要 G 分命就好了？啊？就是它上下振动已经不是零，就正负相掉。不会，应该不会。你加比如 signal 的话，你应该不会等于，不应该等于，等于你的第一个值就没了，你这就没得除了，就没得除了。那个全是方程就无限大的、哦、那个就有问题了。好，那我们来几个例子哈，我们来算几个例子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这里，就是说我们 import 哈，是一个 periodic signal 的 import 啊，它一定要满足它的那个，否则你就有 leakage。我们刚刚讲就是有那个理解，什么叫理解？我们马上就给各位看了哈，用图来看。好，我们在这里，假如我们 input 长得这样子，这有点像 random 吗、哦？有点像 random。好，那我们500点以后通通就等于零。啊，我们这个等一下会介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的哈。还有。这个 displacement output、啊、就是我们、用一个、系统从这个 input excite 你的系统变成这样的 output、我们这里有特别从500点到1000点我们就不要给 input，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希望说让它这个 output 就趋近等于零，假如不是趋近等于零的话，你这个 output 就是不是一个 pure， 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周期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这个结果，这个是从底下这个系统来的。好，底下这个系统，好，那。底下这个系统，我所有的它的 natural frequency 是 one radio per second， 它的那个 damping 是 0.005。好，我们 delta t 是用设计有六个 sample per cycle 的 delta t， 所以你看，做一个 system ID 就是个实验了、啊，你 delta t 要好好去选它了。那当然你
说啊，我非分析不是很，不是不晓得我非分析在哪里啊。有时候你就是要有经验法则啦，你说你可能要去利用理论去算一算我这个系统大概大致上的平均多少条，你说啊完全不晓得，我很难，我根本不计算它，那你知道随便猜猜啦，懂这个意思吗？假如你有晓得你这个系统的平均大概多少，你最好是设计一下啦，每个平均你大概要多少点一个 cycle，这样你可以省很多实验的时间。假如你说哦，我根本不去算它的大概有多少啊，那你只好就去用到实验室去测试，啊，算多少。那有的是这样做，有的是说好，我这个系统我要identify 频率不超过多少赫兹，有人是这样做的。那你以那个赫兹为最高点，那你来设计说在那个赫兹你至少要两点 per cycle 计算，那算是掉了地来。比如讲说我们地震是最高，我们台湾的地震最高是不会超过15个赫兹，那我就我的掉了地呢，那我就最好是一定要超过30赫兹，因为刚好30赫兹我们有那个 micro frequencies，因为30赫兹以上就15赫兹的就有两点，至少两点，懂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假如要identify15赫兹的频率，你至少要30赫兹以上，因为你才有两点以上。所以假如台湾的地震是最高只有15赫兹，那我们这个要来identify这个大楼的频率呢？你至少一定要30赫兹以上，那你就是可以 identify 大概15赫兹，啊，所有的负赫兹以下的那个频率。你假如我说我好，我刚好给他30赫兹，那我15赫兹刚好两点可以 identify， 但那你15赫兹以上的频率你就没办法 identify 了。因为这个关系，因为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的关系，啊，那你把15赫兹当成一个 Nyquist frequency， 啊，假如说我们地震频率是15赫兹，那我15赫兹就当成我的 Nyquist frequency， 你可以这样去想，那你的频率就是要你的那个你的 delta T 就至少要30赫兹。这意思吧，啊，所以这个设计就变得很重要啊。所以delta T我为什么一直强调delta T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好，那你好好看啊，你看这个，我的 input， 我的 output， 那 input 的那个 DFT， 你看啊，你的 input 的 DFT， 你看看你 input delta T 是好像。你看不出它有什么样的啊、的效果，因为 input 啊，它太多频率在里头，啊，因为我的 input 啊，好像杂讯一样，所以呢，它频率很多、哦。你看到啊、哦，这个 input， 这个就是我的 input 喽、哦。input， 注意看 input， 这是我的 output。好，那我把它算 DFT 的 input 呢，长得像这样子，看到没有？好像还是一堆乱码啊、哦！不过你只要稍微注意看的话哈，在这个 0.5 的地方把它切开啊，它其实 0.5 这个切开，就这一半是等于那一半，就是它的 image。你 output 来看 ，output 来看 ，output 来看，把这个 0.5 看成 0.5 啊，那你就可以看到这后面这 0.5 的后面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是不是刚好是它的影像？好，好啊！你会看到长了这么多弧形，你看到没有？怎么做了这么多弧形？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你有 leakage 的问题，那代表你的 output 并不完全是周期性，不是完全 periodic output。那
假如你好好看这个 output， 我们回去看这个 output， 一千秒的时候啊，它还有里面还不是等于零，就是因为不是等于零，你没办法把它看成是一个 periodic 的 signal， 因为它后面还有。假如后面没有的话，像前面这 u， 这个后面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说啊，这个是已经是 periodic， 因为后面的一千点以后的就是等于从零到一千重复来，我可以这样把它想。所以一千点以后我就是 periodic， 因为一千点以后我可以重复从零开始，一千到两千就是等于我零到一千同样的 signal， 所以我这样我叫它它是 periodic。 可是这里不行，这里 output 它完全还没完全等于零，所以呢它会变成怎么样，它应该还有，那你把它砍掉了，你把它砍掉，那砍掉以后啊，你就不能说一千点到两千点我就等于零到一千，没有这回事。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误差，好，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长了很多胡须，这些胡须啊其实就是跟 linkage 有关。好，那么每一点output 的每一点除以 input 的每一点就化成我的 FIF， output 的每一点哦除以 input 的每一点取它的 amplitude， 它的节律值，听懂吗？ output 的每一点，这里 output 的每一点是这个是 amplitude 啊，哈，我们这里画的都是 amplitude 啊，其实它其实都是 complex，我们在这里画只有他的画的 amplitude， 我们没有画到 phase。 我已经一再强调了 FIF 只有他的 amplitude 跟他的 phase 有意义，所以在这里我只画他的 amplitude， 懂吗？哈，那你要取这个 amplitude， 你一定要 output complex 那个 number 除以 input complex number， 不是他的绝对值，是他绝对值，不是这样子哦，你不要误会啊，然后再取绝对值才是我的 FIF， 懂这个意思吗？好，我的 FIF 啊是 complex 那个 output 那一点的 output 除以同样点的那个 complex 的那个 input 那个 DFT， 那画出来你可以看出来，你看啊、哦、我的频率这个 pore 尖尖这个点就是我的 pore， 很干净，你看到没有？干净哦。可是接近 microfrequency， 我 microfrequency 是 0.5 哦，我的 microfrequency 是 0.5Hz， 注意看哈，注意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要教你怎么样看图，就是因为我的 output 还不是很完美，所谓完美的意思就是不是很周期性，不是完美的周期性，所以我这边的后面呢、啊、胡须都长在接近 Nyquist frequency 的地方，在接近 Nyquist frequency 0.5 啊，哈 ，0.5 接近 Nyquist frequency 的地方啊，那么它就会长很多胡须，啊，胡子就特别多了啊，没有刮清楚了，没有刮干净。啊，等一下我们会教你怎么样把它刮干净，啊，也有方法，我也不会把它刮干净的，啊，好，那这个这些后面接近那个frequency，这些都是因为 leakage 来的，听懂吗？啊、哦，听懂啊、哦，这个 linkage 来了。好，你也可以看到 0.5 是我的 linear frequency， 所以我一半一半，后面那一半是前面那一半的 image。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delta t， 来 delta t 在这里，注意 delta t 是 one radian per second。好，
好，等于是，等一下 ，one second 啊，第二题是 one second。好，那么它的把它变成赫兹呢 ？one second 的分之一，第二的分之一是赫兹，就是 one 赫兹。所以我的 Nyquist frequency 刚好是 0.5 赫兹，对吧？我给你那个 1 over 2 delta t 嘛，对吧？啊、哦，看到那个公式了、啊、，Nyquist frequency 是2 delta t 分之一嘛， 2 delta 分之一刚好是 0.5 嘛。好，所以我这里 Nyquist 在这里啊、哦，所以我们一般画图啊。我们这个是也是用这个 dB 用这样算的哈，所以 Nyquist frequency 在这里，你看你0.5赫兹，0.5，好，所以我们一般画只画到 Nyquist frequency， 看到没有？所以你们第十 B 你们画只画到 Nyquist frequency， 因为超出 Nyquist frequency 啊，只是同样的图，但是就是它的 image 而已。我们一般画就是画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也画到 Nyquist frequency， 这个也画到 Nyquist frequency， 这个除以这个的 amplitude 就是等于这个，这就是我的 discrete FIF。那么我刚刚讲过了 ，discrete FIF 啊，它一定有 Nyquist frequency。这个要注意，你们现在所有的，我们只要你用数位的，来做 system ID 来算 FIF， 都有 Nyquist frequency。这样听懂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再来 ，angle， 好。Phase， 我们刚刚是画 amplitude， 现在是 phase， 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input 跟 output 的 phase， 啊，用 DFT 来画的话，好像一边 一堆乱码，可是你除了以后，它就不是一堆乱码了，除了以后不是一堆乱码，啊，除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在。那个 peak 那个地方啊，因为只有一个 frequency， 它就从零马上就变化变成到180，这个零往下再往上，这个是这个只是那个计算的时候啊啊，那么 angle 哈、哦，它其实应该是负180度跟正180度其实是一样的东西的，360度转嘛，啊、哦，那只是。画的时候，你只要把它反过来，负180度把它画成180度就好了。所以在那一点，这一点啊，刚好这个画一个负180度啊，那只是这个我们的 cosine 跟 sine 这些东西啊。那么 tangent 啊，那负180度也对，正180度对，你到底是要选一负180度还是正180度嘛？就这样子而已啦。啊，所以这两点其实是一样的点。好、啊、你也可以看到很接近 Nyquist frequency 的这个地方啊、哦、都有很多的呼吸。好、哦、很多呼吸。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做 system ID 很重要的地方啊。你假如说我要 identify 15Hz 的话、哦、那么你用 30Hz 的 delta t 啊、哦、在 15Hz 那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为什么？因为它会长很多呼吸，所以啊，我们一般呢、啊，两点不够了，三点至少三点会比较好一点，恰恰好了。所以15Hz，你用45Hz来做会比较好了，懂这个意思吗？好，因为45Hz啊，就大概是0.4以下哈，那么这呼吸就不会长得那么多了。那代表说，假设说你有 noise 或者你有 leakage， 2点一个 cycle 来 identify 一个频率，会有误差，这样听懂吗？
因为我们这个课啊，主要是在讲应用，所以我把那些这些图啊，来教你们怎么看啊、哦，比较重要啊。而且啊，现在那个 MATLAB、啊、或者是 Scilab、啊、这个 FFT 啊，它都已经是 built-in function， 你 call 出来就有了，不用你自己去写嘛，对吧？哈、哦，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继续讲了啊。好，那讲到这里，已经我们至少讲一个，就是 DFT and FFT 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法，而且很简单的算法。早期在1970没有1980的电脑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进步的时候啊，这种方法是最快的方法，因为这里不需要什么 matrix 不 matrix。这里只是用很简单的 Fourier 的 transform， 叫 Fourier series 的 transform， 这就是一个 Fourier series， 所以应用数学家很厉害。像这样的 Fourier transform 把你变成 complex， 然后再把它变成 real，、啊、它就有意义。就是 complex 变成把 complex 以后变成什么？求出它的 amplitude 跟它 phase。你就想着说，哦，我这个 cosine omega t 进去以后，我就有哦 cosine omega t 加 phi， 这个 phi 就是 phase。啊、哦，所以你什么进，你有什么，你吃的什么吃东西，你一定放出什么东西，你进什么 input， 出什么 output， 所以你出了黑心牛进去，你出了当然是黑心东西出来了。你不要小看这里啊。这个是真正健康的问题，不是小看的、啊、哈、啊。我们应该好好监督这些黑心厂商，一定要让它倒，否则我们真的吃进去，将来就是这样出来啊！啊，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在美国 FDA 是很严格的，像我们台湾这样的黑心厂商啊，早就倒闭的啦，被告倒了啦，哎，全民都要他赔的啦，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很简单的 system ID 跟我们现在一般社会的东西的吃的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什么 input， 你就什么 output 出来。好，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 ，amplitude， 还有 phase，amplitude 我们用 dB，phase 用 degree 算出来就是这样子。刚刚那个，你假如用 OKID 来算，你把它算出 FIF 也可以，啊，当然，这个算出来是因为我们。用那个 Fourier transform 去算的，我们假如不用 Fourier transform 去算的话，那当然又不一样结果了哈。那 Fourier transform 一定有这个问题，接近 leakage 啊，一定会有这些。我刚刚那个 data 没有 noise 哦，刚刚那个 data 完全是 perfect data。那这个呼吸啊，完全是因为 leakage 的问题产生的这些胡须。这长出来的这呼吸都是因为 leakage 的问题，那就是你的 output 没有 100% 的、啊、你的 output 并不是 100% 的，就是 perfect 的 data 的门，你的 output 是 perfect data， 但是你的 output 不是 perfect 的周期，就这样而已。能听懂吗？啊、哦，只因为不是 perfect 周期，你就会出这个问题哦。这个还没讲到 noise， 有 noise 那更惨哦。我这里还没有 noise 吧？完全没有 noise， 完全是因为你的 output 周期性不足，这样子而已。
没有其他的。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下哈，更进一步的哈。现在往这里介绍哈。假设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假设说我们有这个 leakage，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问题这一张的投影片啊，其实只是告诉说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做平均值，我做了很多实验，然后来做平均它。好，那我等一下就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样平均它。那这个图案就是告诉你们怎么样平均它。我们一般是这样平均的。我们有十，比如这里有 n 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括弧一，第二个实验括弧二，第 n 个实验括弧 n， 那每一个实验都有它自己的 DFT， 每一个实验都有它自己的 DFT input、DFT output。理论上这个是同样一个 GK， 对吧？理论上嘛，系统一样嘛，对不对？因为系统一样。你 input 的 signal 不一样，你 output signal 也不一样，你求出来的那个 script y 跟 script u 不同的 input 不同的得到不同的 output， 你出来应该不一样，可是你出来应该一样啊。好，那我们就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教你一个办法，怎么样做平均值，那就是把这个。这么多的哈，啊，这么多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用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你们把它想成一个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好了，因为都是 complex， u 都是 complex， 所以我们把两端左边跟右边都乘以一个，就是 y， 比如说 y1 乘上 u1 的 conjugate。y2 乘上 u2 的 conjugate， 加上等等加上 uk 等于乘上 un 的 conjugate， 那应该就等于 u1 的乘上 u1 的 conjugate。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 u1 乘上 u1 的 conjugate 刚好是 real number， 是吧？ u2 乘上 u2 的 conjugate 也是 real number， u3